好，我们那个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哈，办理全国高中职探的模型车赛，今年是第十七届，目前正在进行总决赛哈，也就是北部的晋级队伍跟南部的晋级队伍啊，在这个场域做总决赛。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呢，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规格啊，我们说澳洲所定的这个规格有几个改变呢？第一个改变就是呢，以往在车内摆的蛋代表就是人，那今年呢又多摆了一颗蛋啊，不仅有驾驶，也有乘客，好，所以呢这个蛋呢哈，我们说蛋在就代表人在，啊，蛋破的时候就代表人受伤了哈，甚至人亡哈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在这个车子哈，以往哈，这个车子当我们做的越扁平，它的风阻越小，表现的时速会越好。那今年呢的规定呢，是希望有一种货车卡车的概念。大家怎么来设计这个概念哈？它是在车子的空间里面要求能够装载15颗乒乓球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车检的时候要把这个乒乓球的空间哈，把它整体的包覆在这个车子里面。那这两个特色呢哈，会让这个车的整个设计更接近我们的轿车，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商用车的一个形状，而不会只有扁平的一片。那有了这样子之后呢，这车子可能啊，在设计的流线造型上面呢，如果设计的不好，会有重心不稳的现象。啊，这一点哈，在今年有看到这样的结果。那它这个马力有没有规定啊？就是说它有的说照马力。那因为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目前虽然还没到达最后的八强、最后的四强啊，但是已经有车子哈，在这100米的轨道可以由19秒走完。过去可能都要25秒。好，确实是在整体的制作上哈，特别一些比较优秀的队伍，它有提升很多。当然老天也很帮忙啊。我可以装两个马达吗？对，有规定吗？那个它重量其实比较重了嘛，但它的表现的时速还能够提升，啊，这个代表说他们在整个设计的一些摩擦阻力啊哈，都已经把它设计到最少，效率最高。我们的设计南北有没有差距啊？加油！哦，南北哈，在北部跟南部其实都有蛮强的队伍啊。不过我们上个礼拜在北部比初赛的时候，其实一下有云，一下是太阳出来，那车子呢，甚至有时候冲得很快，那就没电了。那云过来的时候，它变慢了。那有些车子呢，它虽然慢慢走，但是呢，哈，它就一直保持它的稳定的时速啊，还把它超上去啊，因为到最后爬坡的时候需要扭力的。对，那整体看今天都表现不错吧？今天来讲哈，大概是这几年来决赛天气最好的时候，因为云气的影响已经很少，所以各队的成绩都还算不错。他们的设计关卡是哪一关最难的？啊？我们的设计关卡是哪一关最难？是爬坡还是转弯？目前在赛场这个轨道哈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八字形的轨道。那留意它的摆车的位置啊，它有一个上坡下坡。摆车位置底下呢，刚好八字形的轨道呢，要穿过它，过山洞的感觉。但是那里面一定没有太阳，是被遮阴的。所以一个车子要整体的表现哈，就好像我们在那个车子在我们一般道路行进，我们也会经过山洞。天桥底下也会有上坡，也会有下坡，所以呢，它其实最难的是在它要最后上坡，还有弯道，转弯的时候啊，如果时速很快，可能那边就翻车了，啊，就甩出去了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模组化，我是二信高中北京市，然后我们车子的特点是模组化，零件可以轻易的拆解，然后再重组，速度非常快。那今天表现怎么样？我知道，我在。那今天有没有失误啊？今天没有失误。很正常吗？对，很正常。就是在你们的预料范围就对了。没错。真的啊，我看你的鸡蛋放哪边？鸡蛋放在前面。这样不会撞坏掉啊？不会，我们有做保护。有做防护啊？哦，这个是你一个人设计，还是很多人一起设计的？我们五个人的团队一起设计的。五个人团队设计的。对。那里面最难的是哪里啊？最难的就是在画电绘的时候，画电绘的时候遇到许多困难。爬玻璃好不好？
爬坡力要看当时的功率。动力了，所以你要先加速就对了。对，要先就是要看那时候的绕度是多少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是高音工商，然后这是我们参加比赛的车子。嗯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串联的方式去做。所谓串联是怎样？电比较厉害吗？对。比较强就对了。对。它这边就是串联。串联了。往这边的，然后它就是照阳光下来的时候，这个齿轮会跑，会让它动。它现在也有一点点阳光，怎么不会动？因为这现在应该是算阴天了，阴天就不会动，就对了。对，就比较难动。要大太阳才可以，就对了。对对对。那你们的赛的乒乓球放在哪边？乒乓球是在里面，可是现在是没有乒乓球的。有，这个里面有空间可以放吗？有，可以放15颗乒乓球。哦，真的哦，有设计在里面啊。对。啊，你们这个要怎么控制车子啊？它是自己跑还是怎样？就是我们有这个导轨，我们有这个导轨，哦，这个是导轨。对，去轨道上面跑。他们就是，他会自动转弯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不用人再操控。不用，只要让它启动就可以，就对。对。那你们在后面有做什么动作？加油而已啊。对啊，就希望他可以跑进去。那叫大声一点才会赢吗？就是祈祷支持。啊有，那今天有没有成功完成任务啊？有，我们至少进了8强了吧？可是进了8强、啊，可是到最后已经那个胜负的时候就已经败了。哦、是啊，所以。那、啊、你这个鸡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是真的，没有破掉、哦。没有，都没有撞击到吗？没有，它就我们就粘的牢固。刚有设计有保护动作，对不对？我们粘那个泡棉胶。主要撞到的是我们这边是、哦、先有这个撞到这边，对，这是缓冲的。哦，有缓冲就对。对对对。然后这边有连接这个支架，它整个撞下去会给整个支架去分担它的受力。啊，这个转弯就一点点而已哦，因为。对，转弯一点就是要限制它，不让它转太多。万一它都会翻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转太多会翻车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代表归零。现在一号轨是南宁七，然后二号轨是南宁八。加油加油！10040至到前方等到区等候，南18 20.83，恭喜南18 20.83，恭喜南宁七顺利抵达终点。